不错不错，没想到你们竟然能坚持1分钟，这也太难了吧！就是，还能不能愉快的玩耍啊？哈哈哈哈哈！只要有一个陀螺通关，就算胜利，这都觉得难。怎么办？才第二关我们就全军覆没了。好了好了，接下来该哪支队伍了？ 我们，海风，海风，一路顺风。有点气势啊！大叔，我们一定会成功闯关。口气不小，但是吧，就没人成功过。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们闯关成功就知道了。去！海风战队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早就准备好了。那我就拭目以待了。别喝了，开始了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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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神的力量还挺强啊！就这种速度也想挡住我？冲啊！追风灵兽！什么？转盘速度越来越快了，有我呢！ 才第一关，后面还有两关呢，激动什么？我还以为结束了。第二关，极限U型管，按规则，只要有一枚陀螺撞到鼓面，就算赢。齐亚、韩月，我们按照原方案，靠你们了。放心，快点，我又急了一点点，都告诉你棉花那么多叶汁了。好喝吗？明白，别整。 去吧，烈阳战争！
么高，他们这样能过关吗？不知道。这样还是不行啊，怎么办？看来只能用我们第二方案了，那就看我们的吧。他们这是在做什么？我明白了，他们应该是在利用场地来给陀螺加速，看这一上一下的，像不像冲浪？肯定憋着大招呢。就是现在，追风铃声，风神之舞。烈牙战神，惊天一击。小龙金刚，咆哮重击。可以啊，竟然想出隔山打牛再打牛的办法，有趣有趣。基本操作而已啦。幼稚的家伙，这三观谁都没见过，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。皮亚，相信自己，我们一定能闯过最后一关的。岛主，现在我们要挑战第三关啊。这个第三关就厉害了，我告诉你们啊，这第三关可是我绞尽脑汁、费尽心血、反反复复、峰回路转。又卖关子，到底是什么嘛？哼！这是？只要有一个陀螺进入到中心圆圈，就算通关哦。不行了，我真的憋不住了。岛主，他要上厕所。去吧去吧，不着急。小机灵鬼，用上厕所来争取时间。你看出什么没有？看出一点，但不确定。那些同心圆的纹路绝对有古怪。有什么古怪？不知道，想想刚刚的第一关和第二关似乎都有玄机。我听说岛主曾经是航天工程师，还喜欢冲浪。这两关跟他的职业和兴趣都息息相关。你看这个转盘像不像星盘？真的，这些点像天上的星星，那些圆就像星球的轨道。这到底会是一个怎样的关卡呢？我回来了。既然人齐了，那就开始吧。准备好了，第三关挑战开始。这个星盘关卡竟然是一个三维立体的机关，看来可以趁着星轨相交的时机进入到内圈中去。三星聚顶，快到交界处了，星空一跃。成功了。不可大意。这一关也不是很难啊，也许有别的坑。我就要通关了，利亚战神冲啊！有什么东西挡着？西亚，我们一起来试试。好。
跳龙金钩，追风灵兽，既然周围有防护罩，那我们就从上面进去。好，裂牙战甲龙鳞兽，龙金钩，什么？我这个机关可是360度无死角哦。那就让我们试试终极大招吧。拳盾棒魔幻陀螺，血条对称出来吧，三星汇聚泰山压顶，不会吧！不错不错，我们赢了，赢了！